我觉得我更喜欢葱抓饼啊，还有就是跟 TLC 比较有接近的关系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夜市买。我说挂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挂包，也喜欢 TLC， 所以就对，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味道在里面，所以可以算是你看 TLC 他们里面有很多不同各种的类型的节目什么的，很丰富，跟挂包一样。你看，这是我要送给 TLC 的粉丝的一个小礼物啊，跟我一起祝 TLC 15岁的生日快乐。